Chanel 呢个系列嘅56号色非常自然水润，搽上嘴之后好显白，令到成个人嘅气色都立即变好，无论系自然定系较浓嘅妆容都可以轻松驾驭。Dior 50号色嘅质地顺滑，而且好显色，上嘴之后散发淡淡嘅光泽，唇妆望落温柔又自然，充满知性嘅女人味啊！Giorgio Armani 嘅102号色系一款比较浅嘅玫瑰奶茶色，搽上嘴之后就已经立即上色，而且唔显唇纹，令你嘅双唇望落雅致又饱满。Gucci 呢一款唇膏嘅金色包装，加上充满艺术感嘅图案，非常复古。而201号色嘅色泽强烈，搽上嘴之后散发出低调嘅光泽，打造出柔滑嘅唇妆效果。Tom Ford 嘅 Gerald 色系属于比较啡调嘅玫瑰奶茶色，非常适合化日常妆嘅时候用，搽上嘴之后好自然，气质立即大大提升。化妆之前先用凡士林厚厚咁涂一层喺双唇，之后先开始化妆，最后将凡士林抹走，涂上唇膏，双唇就会更加润泽噶啦。平日补妆嘅时候，先用润唇膏打底，然后记得要轻轻抹走多余嘅润唇膏，先再上唇妆，咁就唔会影响到唇膏本身嘅质地啦。